113年11月17日2:30，本分局获报凤山区青年路二段与文化路口发生车祸，到场后初步了解，市民众骑乘机车沿凤山区文化西路西向东直行，与当时对向车道欲左转青年路二段的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擦撞，骑士四肢皆有擦挫伤，先由救护车送长庚就医，自小客驾驶未受伤，经检测双方皆无酒驾，详细肇事原因仍需送交大判定。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，并随时注意道路状况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